来吧，兄弟们啊！为了拍这个海老鼠啊，我这驱车300多里路啊，来到这片海域啊。第一个段子还给拍砸了，我这心里面就跟驴踢了一样啊。呵呵，但是为了啊不影响这个段子的效果啊，我这后面放了一个。哦，老铁们，这是我在海边发现的两只可爱的小猪鼻子，看到它我就忍不住用手捏了捏它，太好玩了。有老铁知道是什么吗？希望这两个小可爱能给看视频的你带去开心快乐，双击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8:30左右继续赶海直播喽。小螃蟹模样丑，挥舞着大钳子横着走，他遇到小鱼咬一口，碰见了小虾挥拳头。你想尝尝这个厉害吗？边发现一个漂亮的翅膀，还以为是一只蝴蝶，拔出来才知道是一条红娘子鱼，非常漂亮。今天就不要双击了，因为要了也不一定给啊。元宵佳节给朋友们送个祝福，新的一年祝所有老铁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喜欢看大海，喜欢抓海鲜的记得加个关注。来吧兄弟们啊，咱们今天来了海边，把前两天下的地笼子起出来啊，看到底有没有收获啊。如果说里面有货的话，咱老铁们能否立下一个双击，我的妈，有货有货啊，一个大八爪鱼。咱老铁们啊，吃过八爪鱼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，喜欢干海的记得双击关注我，看我直播。来吧兄弟。